一号星期六精彩看不够，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，上淘宝好货好价淘不尽，欢迎各位来到好六千，欢迎各位。那今天还有我们好久不见的零七幺三的哥哥们，欢迎大家。快乐在这里，你问快乐在哪里，现在就告诉你。古籍有新歌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的新专辑的实体专辑，反正都是我要跟大家见面了。里面设计了一些好运要分享给大家，哎，转上之后就会有好运，听完之后就会发大财。好、哦哦、那我就直接上来吧。好，我们这队的名字叫做真心舒服，我们是真心舒服。加油，你们要用的相声词是嘿啊嘿，来啊，准备好，计时开始，请看题。哇，这个题，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嘿演得好。圆不是头，头对了，头脑简单。四个头，四个头，三个头，三头六臂，回答正确。下一题来，请看题。我给你挑，我来挑，我来挑扁担，挑多个扁担。挑扁担，回答正确。哇，好厉害，这都猜出来。好，下一题请看题。这难，坐上我按。王铮亮是什么东西？按摩椅，回答正确。哇，好，下一题。这确实好，这个又好了，这个好。我是那个桶吧？你当桶。我是那个衣服，我是那个衣服。群魔乱舞五个字。这个不太行，这个不太行，这很难猜。过，洗衣服，洗衣机。关东洗衣机，关东洗衣机。好，下一题。我唱，你们当我吧，当我。好。四个字，四个字。哇，演得好好啊！这演得太好了。放长线钓大鱼，哎，挖掘机不是挖掘机，这屋里有的。投币机，娃娃机，四个字，抓娃娃机，回答正确。好，可以了，答够了。跪着跪着，我当游客，你拍照。照相机，嘿，五个字。嘿，擦鼻涕。嘿，没有鼻子啊，没有鼻子，没有鼻子，没有鼻子。时间到，好，时间到了，猜一猜。哎，这个
这个可以，这个好。它是什么？它像什么？狗。比狗大。比狗大。比狗大。那个很大。狮子。狮，对。然后刚才小醒在拍照。是哦，是这个面相。好，来，精彩，来，掌声给他们，大家都好棒棒。好，请坐在两边的，把自己的左右腿的裤腿撸起来。月星，你唱什么歌？我唱张远的《嘉宾》。哎呀，好好听啊！哎呦喂，要这样吗？换一首吧。不一定好听啊，不一定好听，因为他得打，你知道吗？懂了，懂了，懂了啊。好嘞，好来，预备备，30秒。计时开始。感谢你特别邀请，他见证你的热情，我时刻提醒自己，不别逃避，别逃避，好厉害吧！一千里长盘子更换美女。真每一次又再回你，可惜上身上有你的痕迹，啊，这是诈骗。时间到。哎，掌声给他，好厉害啊，王日曦。我就说他强嘛，牛牛牛！我原谅你对嘉宾的改编，我想走，腿真的腿都红了，腿都红了。言情，你唱什么歌呢？唱什么歌？如果感到幸福，你就拍拍手，嘿嘿。你这首歌哭爹也太强了吧？是吗？没事没事，你自己选的，来吧。来，准备30秒，计时开始。如果感到幸福，你就拍拍手，嘿嘿。拍拍手，嘿嘿，嘿嘿，嗯，哈哈哈哈，如果感到幸福，你就拍拍手，嘿嘿，如果感到幸福，你就拍拍手，如果感到幸福，你就拍拍手，嘿嘿，嘿嘿，他走反拍的，如果感到幸福，你就拍拍手，嘿，如果感到幸福，你就拍拍手，嘿。如果感到幸福，你就拍拍手啊，拍拍手啊！你俩被带到坑里了吧？如果感到幸福，你就要拍拍手。如果感到幸福，你就拍拍手。你们就不能跺跺脚吗？光拍拍手吗？不是，这首歌甚至像一个乐队，你知道吗？两个人是伴奏的。这个节目像是他们三个配合演出。忍不住是吧？就想，嘿嘿。对张远的了解，告诉我方向，你别停。以我对张远的了解，啊，你在这儿。我不信。为什么现在还有技术暂停这个环节了呢？因为我们的比赛越来越有规模了。OK。他会往上躲，因为他觉得往上。我先攻击，你们就一把上，因为他我反而觉得他会往下，他想保自己的妆容。抬头，抬头，绝不低头。好，好，左。我觉得是上。两个人跟我说了四个答案都不一样，那就漂亮了。好，那现在决胜局。来，好，夏天。嗯，李玖哲。嗯，歌手李玖哲，唱吧。如果再，我来。那个夏天，这个合音好失败啊。那个夏天，歌词不对。来，继续抢答。来这边，来夏天，先说。歌曲夏天，李玖哲，好，你说，你唱，整个夏天想你环游世界，这么高干嘛？山路蜿蜒，就像是爱的冒险。回答正确，还好有弟弟。我觉得你应该第一个，咱们换个位置吧。可以，你第一个来。哎，怎么突然调换了位置？我们就第一题，我就专门把队长位置让给亮哥了，结果发挥的特别不好。
小醒的笑容在我出完题之后就会收敛。啊啊！请说出下一轮披荆斩棘会被淘汰的三位选手。王，嗯，诸位快点，争，啊不，这月，心，张，远，成，哦，生，谁呢？好，回答错误，你们的密码是428。428。4321。何老师，还不如这样，我们讨一个好彩头，我们兄弟们干脆都已经有三个在了，我们就一起，我们站一排，祝福他们能够在披荆斩棘里面获得拔得头筹。星星和小小还是非常有情有义的两个女子，现在跟着一起来参与了惩罚台。今天这个惩罚其实也是一个好彩头，好不好？希望不管是披荆斩棘，还是开演唱会，还是发表单曲，还是他们的团综，都可以有很好的成绩。来，准备，3、2、1。你的为什么这么多呀？好像清平啊。哎，那个赞是谁点的？这王源新点的赞吗？好可爱。好，来，掌声给他们。谢谢，欢迎各位再次来到我们的好六街，欢迎大家。云之羽继续加油，也希望我们0713的哥哥们一路继续披荆斩棘，有最好的成绩。